你知道花岗的路虎星脉极速能跑多快吗？这期带来有着最美路虎的称号揽胜星脉 SV 高性能版，今天看下它的零百加速和极速。这车由著名改装厂 NHR 升级打造， 5.0 升 V8 机械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从原厂550匹提升到600匹，扭矩750牛米， 8T 变速箱加四驱。下面先听个声浪，自下百公里加速，百公里加速 4.3 秒，上高速看下极速。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先测下100到200加速，100到200用 19.36 秒，最高车速295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。